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各位，昨天有看到睽违42天的太阳吗？开心吗？那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跟左右两边的弟兄姐妹说：看到你就像看到太阳一样开心。在这里，你是
永远的圣灵主啊，我们从早晨到夜晚，我们都要来敬拜你。你的话语，你的甘霖，就像这溪水一样，我们就像小鹿一样，一路切入溪水。主啊，是的，我有每日喝你的灵粮，我们才得以站立，才得以抵挡这世间一切的试探。主啊，是的，愿我们用这首诗歌，将我们的一整天，我们不要做个分割的信徒，我们就要把自己全的全部分别为圣，摆上献给你。早晨我睁开眼睛，渴望聆听你声音，心中是想你的更多与你来亲近。我们在这个早晨一起来敬拜神。早晨我睁开眼睛，渴望聆听你声音，心中是想你的thank you.
的栽在溪水旁的枝子一样，我们每日都要摄取你的能量，我们唯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。我们唯有摄取从你而来的，我们才可以在我主啊这世上如此多的罪恶之时，我们能来站立得住，我们不会结出败坏的果子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看见了乌克兰，我们看见了现在疫情对这整个世界的影响，好像是充满黑暗的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但主啊，我们唯有靠着你，我们每天都靠着你，我们才得以站立得直，站得稳。主啊，愿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让我们无时无刻思想你，让我们在最软弱最疲惫的时候，主啊，就来到你的面前，重新建立关系，从你而用，因为我们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，我们凡事都能，我们不惧怕不害怕。用我们用这首歌主啊来向他说，我们需要你。
要你，我们每天都要将自己分别为圣来到你面前。主，是的，让我们将自己全然的洁净摆上在你面前，让我们的歌，让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的敬拜就成为这馨香之气。主啊，在这充满很多不安看似魔鬼撒旦掌权的世界里，主啊，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歌声就要像那光一样照亮在每个人的心中。主啊，保守我们，愿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，还是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弟兄姐妹请坐。